支持議員，我是支持何秀蘭議員根據財委會的會議程序39提出這個休會的動議。第一，剛才有兩位議員提出人身安全的問題，在這個消防問題秘書處未公開解釋之前，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繼續開會，是保障所有職員、議員、官員的人身安全，同埋公眾席的公眾。今早我去了荔枝角收押所探梁國雄議員，梁国雄议员因为攞唔到呢个酌情，唔能够翻嚟开会，所以佢有啲说话叫我代佢讲。当然佢会司法复核呢个惩教处处长，继续争取机会翻嚟开会。长毛话：吴亮星，你系冇权划线限制议员发言，除非两个情况：第一，你问有冇议员再有问题，冇议员再提出；第二，你话要划线，冇议员反对。除了這兩個情況之外，你是無權劃線禁止議員發言，沒有一條議事規則或者財委會的會議程序是賦予你這個權力禁止議員繼續發言。請你如果維持原判，一會兒都要講多一次，長毛就算在收押所都會提出司法覆核去挑戰你這個裁決。其實今日有議員提出他們過去只是問了幾次的問題，我自己上一次只是問了10多題，那有議員問了超過20題，為什麼不能夠繼續問下去？還有剛才局長介紹官員的時候說有位發展局的陳俊峰的官員在這裡，請問他在哪裡？請你指他出來，還是你老眼昏花已經分不到哪個官員打哪個官員？為什麼這麼重要呢？這個官員因為呢，我哋之前問咗佢啲問題，佢係昨日6月12號呢先答咗文件返嚟。而佢答返嚟嘅文件呢，裏面亦都係有好多問題要繼續釐清嘅。咁但係主席已經禁止我哋提問，咁佢文件答完嗰啲係咪就一錘定音唔可以問呢？佢昨日接返文件返嚟嘅咗，裏面我仲有好多問題要問返轉頭。另外發展局長陳茂波亦都發表咗網誌，同埋唔係網誌，今次登報紙投稿。陳茂波其實應該嚟呢度俾我哋繼續問落去，佢都覺得有啲嘢未釐清嘅。點解佢唔親身嚟呀？係咪佢今日唔得閒呀？如果今日唔得閒，就應該休會度埋局長嘅期，等佢得閒先至嚟到答返我啲問題。佢今日報紙嗰篇認清事實莫再蹉跎都好多疑點，應該落嚟坐喺度俾我哋啲議員問清問楚，而不是主席你帮政府去划线，个咩陈杰俊峰又唔准问，陈茂波又唔准问，咁你玩晒啦。